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熊哥，来 Line Ball 两局。那这个有几位朋友啊，这几天已经这个订了这个 CJ 系列啊。那现在 CJ 系列还有几支球杆 CJ 8哦，有意者啊，这个再麻烦联系啊，因为前节的选择啊。好，拉杆。一二同带，放柔可以一颗心啊、哦，下一点右塞，好发力了哈、哦，好出力，固劲，不要，都可以了。本来是想说不要太直，用力钝杆，有点角度，推杆一颗心，好。七座八要注意一下，因为有九号球的问题。好，这球我可以下低杆，小潜水啊，这叫潜水啊，这也算是潜水的一种。那球跑哪里去了？哎呀，好，那这个球就来这附近啊，注意一下，不要太那个。不要太沉下去，会被九号挡住、哦、所以来这附近是 OK 的。放柔，身体压低一点，球杆力量打球。好，再一局。有兴趣的。这个 CJ8 啊、哦，就可能要麻烦了啊、哦，跟我联系 ，LINE 或微信都可以。哇，这怎么弄啊？尤其是四号，我看一下、哦。三座四，好，有底了。三号球来调四号，这个二分法要出来，中带。哎呦，魔鬼球！这个球来讲的话，我可能要从后面来，看能不能带，这可能要带一下。看一下，敲四号，敲四号，哇，运气不好，敲错边了，好，灌球。怎么还要再一罐呢？抓一下潮湿度还有力道，给点面子吧。哎呦，好帅啊！刹车球，用球杆的力量打球。哎，两个困难球，还有包括这个刹车球，处理的还算不错，所以 Nibble 就是见招拆招了哦。那我这次成功来讲的话，有第一个刚刚灌球判断潮湿度，还有力道，力道小的话，它角度会大；力道大的话，角度会小。以灌球来讲，然后再就是懂得用球杆力量打球，有些球看起来很难，实际上你放柔，用球杆它的力量、球杆的重量来打球，很多球可以。迎刃而解。好，温馨提醒 ，CJ8 等你call我了，保重平安。